今天鸡哥给大家带来 vivoX80 首发开箱，外观方面跟 X80 Pro 基本保持一致，后盖采用素皮材质，质感没得说，机身厚度 8.78 毫米，机身重量203克，配备4500毫安电池加80瓦有线闪充组合，屏幕搭载一块 6.78 英寸三星低功耗 E5 超感屏，支持120赫兹高刷，性能方面是 vivoX80 的亮点之一，搭载台积电4纳米天玑9000处理器，安兔兔随手跑分破百万，更有4285平方毫米的 VC 液冷散热面积，游戏体验非常出众，回屏精英实测平均帧率更是高达89，对于轻量化的游戏完全不在话下。而天玑9000的天生优势就是功耗和发热控制的非常理想。影像方面是 X80 的第二个卖点，索尼 IMX866 主摄，搭配影像 V1 加芯片，配上蔡司梯形光学镜头，更有蔡司梯形镀膜大幅度降低镜头眩光与色散，新一代蔡司镜头包让你拍摄张张都是大片。其他配置方面，红外遥控、 NFC 双扬声器、大体 GX 柔马达，配合 iQOO NEX 定制的机械键盘， vivo X80 这一代产品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重影像的同时，游戏体验也有新的突破，覆盖的用户群体更加全面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次 X80 诚意如何？